早晨来了，这一波的话是直接冲了上来，有一个劣势者斜着斧头丢到小亮，先利用电墙，但在这边管住石头有中，小亮交闪，差一点就要死掉。贝尼赶快支援一个极地冲刺，先往前把魔灵给顶住，后面这边亮传的 UD Boy 赶快支援之后，是由魔灵这边交出了手杀，哈拉比也跟着闪现逃离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很卡，想打起来喽，是一个多连锁，然后把 K 给绑住了。然后这边举盾，结果盾一放下来，贝蒂破甲剑跟普攻马上出手，直接把布拉姆给射下来了。我觉得 K 是不是有点凶过头了？他好像是他的 AD 不在，他一直很想要断舍舍的 recall。他们来说的话，他们基本上不会输的。不过上一周在对上了 Drex 比赛的时候，其实闪亮是有策动一个四杀二的下路塔。上，我们来看下这一波，是早晨的一个闪现接斧头多连的时候也中这个人头。K 是交到了 Betty 手中，一波以前都可以很顺利的逃走，这已经第二波了。来看一下这个 Betty 被留在了后头， K 是用闪 Q 想留人，但是距离不够，然后交了大绝 Betty 这边还有闪的，但是连闪都不用交，进入蛇蛇肚子里面，蛇蛇看起来这边带罪羔羊了。这边蛇蛇倒下了之后，这一波还要继续打吗 ？MAD 拿到一个人头之后，可以以防御塔为攻击目标了。的话是不太能支撑他继续对线，等级上面取到一等的优势。这里我觉得就下应该还是以下半部。我有这个多连锁飞机是直接闪现下来开点了，然后把 Uni Boy 给射死。不过 Benny 竟然是在自己的量上被抓到了，被缓住了。那 Benny 扛不扛住这一波呢？开劈了！哇 ，Morning 的欧拉夫已经先把 Benny 的助理给剁死，但是 Uni Boy 往前闪现接了一个超负荷，直接把欧拉夫也给收下来。早晨已经倒下了，现在是 Maple 跟 Uni Boy 的一个对决。那最后的话 ，Uni Boy 是开了自己的扭转直径，想切断 Maple 的退路，但是 Maple 走位非常的风骚啊，躲来躲去的。显得是想要往下半部来，那他们这边应该是有猜到，中间的眼睛有看到就是 Benny 的一个行踪，所以好像还蛮敢打的，他是直接冲进去，他其实应该是要刷六秒，结果就直接被抓了。哎，啊，这狂笑猛击挥，然后后面 Benny 是用另一个大绝支援，想要变回锤形态，锤上去补了一点点的伤害。但是自己最后已经倒下了，右半部也打起来了。是 Maple 这边先率先赶到，先用九飞炎把 Uni Boy 给卡开。但是这一波哈拉比已经拿到一个双杀，莫尼已经倒下了。K 这边看起来也难逃对方的魔掌，哈拉比拿到一个 Triple。哇！先看一下 Maple 这边是交了进化，交闪，但是这边敲起来，看着大天使的一个护盾，但是被 MAD 围殴致死。要反开战，不过雷兹这边是有船的，小亮也有船。这一波 MAD 应该是有意识要防守，雷兹直接亮船了，然后是从自己的蓝区这边要走出来盖墙，结果留了一个小窄口，不过是有哈拉比卡住了这个窄口，电磁脉冲轰出去，有打到了 Betty， 然后还扛了两下巴龙的伤害。这一波看来小亮是不打的，但反正要被接手，小亮直接被绑住，直接被秒了。这个其实我觉得小杨被秒算是有点亏，因为刚刚只要能够把闪电往上逼走的话，哦 ，Mate 已经要接手这条真的敲伤的，不是，我是说很伤啊，很伤。对，然后那个变得非常的难去清那条线。是，哦，哈纳比这一波，哎呀，微风走位失误啦！哇哇，我这嘴是不是有点毒啊？怎么还要少两个？有切口的。哈纳比已经准备要变大 ，Maple 赶过来，是稍微切割了一下战场，但是这一波一样只有 Betty 跟 Morning 两个人在血缘谷巨龙这边是要来兑换龙了。然后 Maple 的墙壁看起来是被 K 的盾给挡住了，之后这个暴龙在两千点的血量 ，Maple 秀飞想偷偷看，但是还是有 Benny 拿到了这个八龙，两边兑换了一条大型的龙，但是小亮被留在了后头，看起来有点危险，被缓住了。朱莉甩了一个大绝，想保护一下小亮，小亮也是交了头带，先解开对方的一个缓速控制。那这一波到底 MAD 能不能顺利的逃走呢？在右半部的话 ，Betty 跟 Morning 也赶过来了。这一波是反身先交出了布朗姆的大绝，布朗姆绝对已经结束了。后面蛇蛇赶过来支援，点燃有放，但是没有任何致命的伤害。这一波两边各拿一条龙，直接结束这一波。这个这哈纳比一起来推这个下路的高地塔，直接开点了。朱莉甩大结果是甩到了 Betty 身上。这一波 MAD 似乎想要进攻，但一个阵地之击直接把 Betty 给翻过来，然后狂笑猛击，直接把朱莉给翻死，然后这样重磅点要往后一跳。然后一边是泰克尼倒下，一边朱莉倒下，两边还在进攻。这个修复飞燕 K 是举着全面挡住，又是在这个下路高地发生了战事哦。但是 Breeze 的夹子是给予很大的压力，他那个 Morning 闪现之中，哎，他没开，好吧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觉得他应该是跑上去然后绑他，也许就有机会。哎呦 ，MAD 主动开了这条巴龙哦，47分钟游戏时间，闪亮要来防守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波是非常关键的，爆炸1000点的血量，最后是交到了 MAD 的手中，但是上半部有超多闪亮的小兵，再看这一波 MAD 被突回来，秒了，直接被秒掉 ，MAD 已经找到了抱着 UD 被留在了后头，但是看起来这一波 MAD 是有机会来撤退的，右侧有哈纳比以及 Morning 要来留人，想要被缓住，想要被点了两枪，只能交闪，但是上半部防御塔闪亮的小兵还在推，还在推，还在推。10分钟，然后拖到凯特琳成长起来以后，他们的巴龙第一条巴龙也没有真的推到东西。哎，杰西被扑回来了，之后修复飞人两颗、三颗，直接把小亮的头带给打出来了，他还死了。但是他最后还是被弄死了。哎，他怎么死的？是双倍燃烧效果吗？
有，我觉得应该是高几率被烧死。然后结果一个暴击接王牌射手，是想打在 Maple 身上，结果小亮这边是被烧死的，有点尴尬、啊，这边少了一个防守的远程 poke。这边如果倒下，三兵赢了。对，但远古巨龙其实要没有了，所以这边的话，三兵赢局面，闪亮这一波想要直接结束嘛？来看一下飞体的位置被贴到了，之后只有舍车保护住他。一个冰河裂隙是把舍车给敲飞，但是肚子里面的法洛斯是安然无恙的。但是凯特琳现在好痛哦。对，这凯特琳的夹子阵直接摆起来了，因为看得出凯特琳敲头，哎，通过连锁，这波是绑在布里身上，头带先解开，然后呢，想要进场想狂上猛击，布里只要闪现先躲开哈纳比，这一波看起来有点危险，因为布里开始爆点，这边虽然开启了这个石像鬼盘核，但是最后还是哎没死。我刚以为他会被凯琳点，结果没有啊！这个石像鬼盘核有点厉害啊，最后是守住了凯琳的一枪一枪暴击，然后在模拟这边开荣耀头盔，想要稍微压一下 Uniboy 的位置。这里因为 Benny 已经倒下了，所以如果哈纳比点一下要直接传送回来是有机会可以再打的哦。有哈纳比这边是直接亮了超级小兵的传送，然后直接踩到夹子，一下来就被打到半血。但是这比较时间 ，MAD 的主堡防御塔已经爆了一座了，然后 Betty 这边也差点挂掉，竟然想要跟满装的凯琳对点。这边凯特琳直接用自己的拳头教训了他一顿。对，我只能说这一场蛇蛇是非常的辛苦，蛇蛇真的很辛苦，每一个残血的队友都是他保护下来的。刚刚其实哈纳比也快死了，我有多连锁，这一波的话，微风被吐回来，微风危险了，微风马上九零四零往后拉开点，这个冰河裂隙有敲，来看电磁脉冲轰在哈纳比身上 ，Uniboy 看见大姐把布里斯直接传到了阵型里面，被晕住了，我的天！但是布里斯直接站着，然后直接把 Maple 给射死，点一下一起来的哈纳比起来又得倒下。这一波微风守住了，一个三连杀把人头都给拿到口袋里面，但家里猛砸了，爆炸了，家里已经 BBQ 了，只剩下一个裸露的水晶啊主堡 MAD 过不来，但是六千点、五千点、四千点，哇，这个死亡到了，来拼中中中到了，被你偷到的关键的远古巨龙一个冰河裂隙敲下去，然后把哈纳比给敲飞了，哈纳比进场之后狂上猛击，先把三个人给放在墙壁上面，但是没有人可以限制 Breeze 的输出位置，哇，哈纳比已经爆掉了，现在闪电狼只能四名成员。来撤退 ，Uniboy 把队员全部送进去。看来这一波 MAD 有机会一波来逆转整个团战，但是一进场 ，Betty 就直接把 Benny 给杀掉了。之后 K 也挡到了极限，现在 Breeze 能不能输出呢？赶快加入战场！但是杰西已经倒下了，我还是要冲出去。没办法，魔灵这一波的血量还可以维持住，雷兹直接绑一个一千点的超负荷，直接把 Betty 给杀掉之后再往前打。哇 ，MAD 看来这一波有机会把人全部都给猎杀完毕，再一个普攻，让雷兹拿到了双杀，然后早晨跟着这个炮车的小兵快跑啊，这个加强的。这个近战小兵要来偷对方主堡了吗？没有，他应该是，我觉得他应该把兵线断掉，或者是把兵稍微往外推一点是比较合理的。来看一下这一波 MAD 在左下角是不是想直接继续这一波团战？哈纳比出来，但是也无法守住自己的主堡，双塔主堡已经爆掉了，没有人可以限制凯特琳的输出位，凯特琳站着 ，Breeze 拯救了这场比赛。这一场他虽然中间那个是差点要把游戏给送了，但是我觉得 MAD 在这一场比赛里面防守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第一个是35分钟前的巴龙防守，虽然有掉了一条，但是他们说是守了两波以后才掉，所以变成有其实有变相的帮，不管是雷兹，不管是凯特琳，争取到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然后再来是在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团战里面的话，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在有远古巨龙的情况下是根本碰不赢，对，所以他们是选择放了三个高地水晶，然后最后在家里面守住。我刚刚其实，在巴龙团就是那个远古巨龙团有个疑问，就是 Maple 的墙再晚一点点盖的话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因为还是其实差不多，因为朱女其实用极地冲刺冲进来，朱女就是冲进来把它中掉的。那我觉得那边的话，闪电狼是选择平中，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出去打，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出去打的胜率也不是非常高，因为以刚刚的那个阵型来讲的话。没有人碰得到微风，微风基本上就是站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前面有墙，他也不能多危险，所以就变成说你那个阵容是已经一字排开，而你一定得从前排开始打的情况下，凯特琳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强了，对啊。以 MAD 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赢下这场第一场就系列赛第一场比赛，对他们来说，我觉得是信心非常大的加成啊。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的，就是 MAD 如果想要进入季后赛的话，他们最好情况就是这一场很关键，就这样拿下来之后，再连一个两场或三场，对，他们基本上就有进入季后赛的资格。那对于闪亮来说的话，他们其实在前面的节奏打得很不错，那其实优势有拿到手，推塔也推到了，三兵营就三兵营。嗯，在最后经济两边都已经到达了100K 了，106K 对上105K 比赛中，塔树这边闪亮领先，兵营三座兵营，这个魔术数字怕不出来了。